欢迎睇睇今日咧嘅 ET 个股推介啦，就系新奥能源2688啦。经济日报嘅投资热话组拣选原因咧，就系市场对于通胀同埋疫情嘅担忧增加啦，港股下行风险未解除啦，所以策略咧仍然应该以保守为先嘅。新经济股短期系维持观望啦，未适宜涌进博反弹，燃气股咧就可攻可守，咁可以关注新奥能源啦。咁内地首季 GDP 咧按年大增系18.3%啦，工商业用户对天然气嘅需求就持续增加，新奥能源首季总天然气零售销售按年增长2.5%。大和就认为业务数字化和碳中和目标会是新奥未来发展的重点，而中国已经是制定去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，预料就会为新奥是作城市燃气并购提供支持的。就可以看新奥能源今天是除净，股价会因为除净而调整，就建议可以